见你，浪漫而澎湃的奇迹，交换了生命的诚意。青春它以你我全部的名义，打开沉默的程序，从此有自己也有个你，颠簸却兴奋，一起跑下去。那如果像昨天那种情况，你们可以选择开枪吗？其实是可以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一名罪犯受了伤，你们会不会对他进行医治呢？当然会。我们也是一样的。不管一名罪犯他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，但只要还有那么一丝的希望，作为警察，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生命。别光说了，吃点吧。啊。你什么时候归队啊？队里给我放了三天的假。你放假了？对啊，所以今天不用回去。啊？你不回去？我敬你。我喝不了了，我也吃饱了。我去趟洗手间。这么快就收拾完了？啊！你怎么？你晚上干嘛？我晚上不干嘛，睡觉啊。哦，这么早？不早了。你不是说要查些资料什么的，有没有帮你？不用，我今天不查了，我今天累了，我明天再查。是不是白天太累了？你知道在急诊室是挺累的。你去急诊的事儿，我也真挺抱歉的。这跟你又没关系，你抱歉什么呀？
医生，我去那个医院换药，要不然我送你了。顺路，顺路。你这么早就去换药？哦，习惯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徐医生，哎，医生，下一班了，嗯，拜拜。哎，徐医生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啊，我等人拿个东西啊。行，走了啊，拜拜。我周二上午有手术，你让他抽空来给他看一看。邵主任，等我。没有啊。今天天气凉，邵主任您多穿点儿。没事，我开车的。啊，你冷啊？我还好。邵主任，走，走，走。晚上有安排吗？晚上，晚上没安排啊。我家有一个聚会，你可以去吧。哦，正好你在这儿，我还找你呢。我跟老易约好了啊，今天晚上7点去你家。7点半。且慢。对。行。魏主任也去啊？去啊，都是我医学院的同学嘛。好。下班之后在停车场等你。行，我去。好。走。邵主任。嗯。您家经常有一些神经外科的专家聚会。讨论病例吗？啊，就是一些朋友随便聚一聚。那也应该有一些行业上的交流吧，真希望有机会去学习学习。再找机会。嗯，药换好了，我赶紧上班去了。嗯。拜拜。这就是偏心，上次手术不符合规定，也让米卡去了。邵主任每次都是把最好的机会留给米卡。没有啊，别的医生都有机会的。你看，哎呀，就是你想太多了。这次不一样，邵主任的私人聚会去的都是精英跟专家，像这种住院医级别的从来就没有过。米卡这是第一次。他不说了，你也有机会吗？哎呀，别钻牛角尖了。哎，姐。吃饭。哦，米卡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易谦，邵医生的同班同学，我们三个都是一个学校的。易老师好。太客气了你，我没有老少讲究，现在也不是上班时间。谢谢，再请了请慢用。哎，特警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帅啊？就三两下就可以把坏人搞定的那种。也不是，有时候也躲垃圾桶什么的。那个小磊刚从国外回来哈，他是学美术的，对特警的工作不是特别了解。那你有喜欢的画家吗？没有。我最喜欢 Gustav Klimt， 我前段时间刚从奥地利看过他的作品展回来。哦。那你有别的喜欢的艺术家吗？没什么喜欢的，没时间。哦，那个，对，吃吧，好，咱们来吃吃吃，别客气啊。吃吃吃吃。开始吧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老邵。
这就是你说的和我吃饭？你我吃饭，我说错了吗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出，尴不尴尬？一回生二回熟，都成年人，有什么可尴尬的呀？不是，你看那女的说什么什么什么母，这跟我是一世界吗？哟，辛克磊，那谁跟你一世界呀？你那世界在咱家对门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姐我傻呀？你拿我那么多面膜干什么去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回回来是有任务的。咱妈说了，咱俩呢必须结一个。如果这个事儿办不成，她就亲自回来监督把这事儿给办了。那要结也是你结呀，你这么大岁数。行啊，我岁数大，我先结，我结了我再生个孩子，你辞职回来当总经理管公司。切，没必要吧？要不这样，咱俩联手对付咱妈。你觉得咱妈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？主任辛苦了，再见。再见。那个我让你说话。你好。哎呦，熨烫机跟这儿呢，挺眼熟的哈。我这面膜也在这儿呢。我说呢，我那屋的东西三天两头的跟长腿了似的，你到处乱跑啊。你转过来，邢克磊。怎么样？这房子还满意吗？还行，就是没问你。满意。哦，是我同事认识邢教官，说这个房子招租，说只租一间，其他的屋子不能动，因为这离我单位医院比较近，价格也合适，我就租了。我租的时候不知道这是邢教官的房子。介绍一下，我是邢克磊的姐姐，邢克瑶。哦，你好，米卡对吧？邢克磊之前跟我介绍过了，你租了他的房子，他之前还是你的教官。你是医生对吧？嗯。我之前也是学医的，后来因为帮家里做事情，所以没当医生。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就招呼我一声，我就住在你对门。哦，好，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谢谢。东西喜欢，随便用。走吧，邢克磊。啊。明天是不是休息？我带你出去玩。啊。吓死我了！你不知道那个邢克磊的姐姐，我以为是他女朋友或者他老婆呢。他看我那个眼神啊，真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小三儿被大老婆抓现行的感觉？小三儿，我恋爱都没谈，哪有小三儿啊？嗯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开始敷面膜了？怎么了？我多爱我自己不好吗？一天都不会照镜子看自己一眼的吗？天哪，发生了什么？我明天要跟朋友出去玩。邢克磊。没有，医院同事。是吗？怎么那么八卦呢？
别说我了，说说你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乖乖治疗啊？我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我妈呢已经回国了，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。不过呢，医院有帮我申请了义工照顾我。嗯，那就好。你一定要听话，乖乖照顾自己啊。好吧，那祝你明天跟朋友玩得开心，拜拜。晚安。出去玩儿。行队群里发消息了，有任务。带女生去哪儿玩最好？这叫什么任务？有情况，行队有情况。目标是谁？行队有女朋友了？嗯，咱们是有嫂子了吗？哎，发张照片来看看呗。哎，咱们一帮单身狗哪会知道约会的地方啊？没想到无往不利的邢大队长会被这种问题难住。哎，你平时不挺拽的吗？真到要约会的时候，露怯了。说不说？哎，以前在警校，你是班长，我听你的。现在可不一定。行，等老板来，翅膀硬了哈。啊。说，我开个玩笑。我呢，现在推几家店给你，都是人气比较高的地方，那些情侣们啊，都来这儿打卡。没少去呀你。那，我是去考察，为了生意。考察？嗯。这几年你带出来的女朋友就没重样过，渣男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，谁还没个年少轻狂过呢，是吧？但我现在不同，一心只追求事业。哼，我看到时候谁把你给收了。别说我，你邢克磊不是一直号称爱情绝缘体吗？怎么了这次？被导电了，服务员，他买单。哎，酒还没喝完呢。白色会不会显胖啊？好像不太好。这条会不会太正式了？到底选哪件啊？别啊，在我这儿，你不怕你吃这么多香蕉拉肚子？不怕。快快快，
这半拉呢是稍微偏甜一点的，如果你们不喜欢特别甜的，就吃这几个。我吃不甜的，我吃这个。等会儿，就是我的。哎，我吃。好，你怎么进来的呀？小夏都快成半个队里的人了，谁不认识他呀？见到他就知道多半是来找你的，每次都是托你的福。对，这必须的，多出这个福得多来，你一定要常来啊。哎，跟我过来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这儿是用来训练的，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的。那休息的时候吃点蛋糕怎么了？反正我买的也多，就送给大家都尝尝了。小夏，谢谢你，但是我真的不用，拿着吧。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？我是请大家吃的，你没有资格拒绝。反正东西我送到了，我去上班了。小夏，拜拜，常来啊。好。副队啊，这个你要是不吃的话，就交给我处理。谁说我不吃？对不起。那你们分了吧，分了吧。谢谢叔队，谢谢叔队。那我们拿走了，拿走了。我，哎，给我留两块啊。走吧。你们平时都很少有假期吧？啊，平时的话就是轮休。但是我们休息很少出去，就是打打球什么的，都是老爷们儿，也没什么事儿可干。那你平时休息都干什么呀？啊，睡觉，看视频。什么视频？手术或者是专家讲座。哦。你怎么问问题跟沈发认识的呀？啊，没有那个，习惯了。你看过画展吗？画展。有没有喜欢的画家？正好好像我听说，下个月有一个莫奈的画展要盖。啊，那个，昨天我姐带我去相亲，然后那女孩问我同样的问题。她问我喜欢什么艺术家，我说。没时间。这个，你别多想，反正有我在，相亲必败。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喜欢的。但是那个画的话，我小时候去法国看过莫奈的《睡莲》，确实还挺好看的。你想不想去？要不然我陪你。我还没出过国呢。哦，我也是小时候经常出去的。哎，要这么说，我父母跟你的职业还有些关系。我父母是做医疗器械代理的，所以小时候经常有机会出国。哎，我自从上了医学院之后，都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。我爸妈在老家开了一个小馆子，也挺忙的。顾不上我。我们现在是去哪儿啊？啊，西郊那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薰衣草花园，我带你去看。薰衣草花园？嗯，听说那边有超过500亩的薰衣草的花园。薰衣草的花语是等待浪漫。一进去你就能看到满眼的紫色，就特别漂亮。你傻瓜背不出来还打小抄。
完了，薰衣草白水刀。这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下雨啊。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啊。没事，咱还有 B 计划。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餐厅，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改造，咱们去那儿也不远。好啊。哎，好的。城东区是吧？好，马上到。紧急任务。现在就要去啊？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在这等，马上有人来接你。我没事儿，我又不是幼儿园小朋友了，你快去忙吧，注意安全。先生练得不错啊，不需要我教了。不是我专业，是你在旁边看着，我就超常发挥。你是不是对每个女教练都这么说？怎么会？又不是每个女教练都像你这么优秀，这么能激发我的潜力啊。今天这道动作吧，有几个地方我还不大明白。可是咱这课时快到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今天晚上咱一块吃个饭，我请你再给我讲解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看看外面，这么大呀，肯定又堵又不好叫车。咱们呢，一起吃个饭，等雨小一点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那你等一下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喂，秦亚队长，约会顺利吗？现在，大哥，你知道现在外面下多大的雨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上辈子欠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晚上吃不了饭了，临时有个任务。喂，宝贝儿，你不是跟秦可磊约会去了吗？这个人约我出来玩，现在把我扔下来出任务去了。不是吧？
外面下这么大雨，他把你一个人丢路上了。哎呀，你就甭管那么多了，你快点来接我。行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给你发位置。下雨，你没开车啊？啊，又撞了是吗？啊，我快冷死了！快点，快点，这样，我补偿你，你想吃什么我请你。我想，哦，我就去那个之前想去没去成的那家餐厅。好，啊，走，快走！哎，等会儿。喂，你好。你医生吗？是。啊，你好，我邢克磊朋友，我来接你的。啊。哎，我到了，看见你了。上车啊。不好意思，而下这么大雨还麻烦你，我朋友来接我了。啊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纪实频道的主持人，第一现场的外景记者阮廷夏呀？你知道我呀？我叫陆峰，我每期节目我都看，我特别喜欢你。谢谢你啊！这么大雨别站着说话了，快上我车，你们去哪儿我送你们。没事，真不用了，我们打车了，不用麻烦你了。那哪行啊，行队给我下了任务的，你们要不走的话我可没法交代。小杰，你还走不走啊？啊，你哎，别动别动，我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来，能拿着。给，不用找了，谢谢啊，我们不上了。上车啊。好。来。谢谢。哦，我们来了。来，李医生。哎，谢谢。哇，好大的雨！来，快擦擦，快擦擦。谢谢。谢谢。邢克雷也太不靠谱了，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？哎，那他这有任务在身也没办法呀、啊。特警是这样的，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，备行待命的，有任务随叫随到。当特警的女朋友是比较吃亏。哎，不过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女朋友随叫随到。头发都湿了，待会儿再感冒。没事，我没那么娇气。你大衣你擦擦吧，你那露腿呢。确实有点冷。怒走！哇，别这样！真的，今天麻烦你又是接我们，然后又带我和小夏来了这家我们俩一直想来吃没吃上的饭店。真没事儿，大家都是朋友。以后呢，你们要想吃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这家店老板我认识 ，VIP 包厢随时对你们开放。谢谢。谢谢。那会儿在警校，来了个武术冠军，邢克雷听了立马就来劲儿了，不管不顾找人家上操场就 battle， 毫不客气就把人家撂趴下了，那叫一个威啊！整个警校都装不下他邢克雷了。结果呢，第二天，我们教官就领着那个被他打趴下的人过来报道，说是我们新上任的教导员。真的假的？你们是没看见邢克雷当时那脸哗就绿了，生怕被穿小鞋，还在那装着一副啊我满在乎的样子。他还有这么傻的时候呢？你看他现在拽的二五八万的样子，上学的时候也挺二的，这种糗事一大堆呢。那他当时是怎么想起来考警校的？我俩都是一中的，我们一中的体育强项呢就是游泳跟射击。邢克雷射击高中时候就拿过全国冠军，游泳呢也是四项泳姿都拿手，年年参加运动会的。高三的时候呢，那个公安大学过来招考，我们教练就让我俩去考，然后人家一看那成绩立马就要了。那你呢？我啊，我被他骗了。
他跟我说你肯定考不上，我说凭什么呀，虽然你样样是冠军，但我也没那么差呀，然后我就考上了。但是后来他才说他是觉得他一个人去警校怪没劲的，让我去陪他。哎，那你们跟舒文波是不是也是一个学校的？不是啊，他以前是特种兵，转业以后特招进警队的，我是在警队才认识他的。嗯，所以那你是真的当过特警是吗？那当然了，警校毕业前特警招考我跟邢克雷都考上了，不过后来被我妈逼着辞职了。看你这个样子吧，不像能干特警。你看人家舒文波一站在那儿一身正气。你这一晚上提那木头好几次，怎么你俩很熟吗？算熟吧。算熟哈，熟透了都。嘿，是是是，不只是熟，我现在在追他，怎么了？你追舒文波？嗯。你吃错药了吗？你还吃错药了？我也觉得我吃错药。你看我啊，人美心善，端庄大方，工作稳定，经济独立，有本地户口，我还有车有房，他居然不喜欢我，没道理啊。就是，像你这么优秀美丽的姑娘，他都舍得拒绝，太没道理了。你说我脑子不好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是没被人拒绝过，这猛的来了一个不买你账的啊，你就觉得不行了。人家是老实孩子，你别在这开玩笑，听见没有？不信我搞不定他。你可别逗他啊，那木头没谈过恋爱，会当真的。那谁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电我呀？啥电你？什么电他？他第一次去特警基地采访，舒文波就带他去参观那些器材，然后就拿那个抓捕手套电了他一下，他非要说人家电他。大姐，那叫一个电法吗？那就是电了，就是电我呀！哦，电电电死我了！我跟你讲，来来来来来，丧心病狂！早安。米医生，米医生，那边有个病人需要您看一下，快点啊。又值夜班吗？天亮了，睡。哎，我本以为这大清查结束以后能休息一天，谁想到又来一个特殊交流培训，居然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。不是你个单身狗，休不休息就这么重要吗？啊？咱们队长刚跟米卡在一起，然后紧接着就这么多天见不着面，那岂不是更……
哎，你今天怎么这样开车的？这样很不安全，你知不知道？这车我爷用的，给我滚蛋！哎，怎么你说话怎么这样呢？你差点撞我车！这车看啊，这车也是我先看见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先看见，啊！你叫的车他能答应你吗？哎啊！哎，你别动手！你干嘛呢你？我干嘛？你们别打！你们讲不讲道理？你讲不讲道理？哎！干嘛？别打！啊啊！你滚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好。幻想一个未来，拥有一片星海，在某一刻看你向我走来，孤单经过人海，看别人的精彩，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。因为一个意外，轨迹已经更改，多么真实，从现在到未来，不愿给谁伤害，也不愿有遗憾，可命运总是沉默的留白。所有的美好都在一瞬间，像真实的存在，就好像我有资格期待。爱来得太快，来不及明白怎样给你安全感，但是我想让你依赖。遇见你是意外，命运为你更改，多么真实，从现在的存在。